看多了类型多样的贪腐案例后，人民群众多多少少已经对腐败分子有了一定的审丑疲劳。痛打落水狗当然是一件畅快的事，但打多了激情也就慢慢退了。可心急赖小民的案件却又一次引起了舆论的热议。盖因这位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赞美人以其石破天惊的违纪违法行为，刷新了人们对于腐败的认知。多家媒体的报道披露，办案人员是在几处赖小民的房产里搜出本案币以人民币计算共计 2.7 亿元的现金。2.7 亿元相当于约三吨，放在一起超过三立方米。更关键的信息是，这还不是赖小民腐败案的全部金额，仅仅是冰山一角，真是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中纪委的通报相当细致，搞政治投机，捞取政治资本，想开场摆阔气，挥霍浪费国家财产，任人维权，任人维利，任人维缺，严重污染企业政治生态，理想信念完全丧失，党性原则当然无存，三权妄为，腐化堕落，道德败坏，生活奢靡，甘于被围猎。一连用了三个特别对此案进行定性，群众反应特别强烈，腐败问题特别严重，性质特别恶劣。最新的消息又补充了一些新的细节，包括赖小民案涉及的关系人数以百计，赖案仅是金融系统反腐的一个开端，这将是一个相当长的调查周期。单纯从违法违纪程度而言，赖小民腐败案当属于相对极端的个案，但从其腐败的性质、路径以及方式而言，此案又极具代表意义，对当前和未来反腐有极为重要的警示意义。第一，腐败行为越来越隐蔽，网络式的窝案呈高发之势，反腐工作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形势。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朱江南长期研究廉政建设，他的研究表明，上世纪80年代发现并彻查一个腐败案件一般需要两年左右，到2000年以后，一个官员从首次作案到最终落马往往跨18年或更久。最新关于赖小民的报道披露，仅赖小民交代的涉案事情和涉案人已现有力量，需要三年时间才能完成调查。第二，反腐不仅是艰难的任务，更是一项长期的工程，切忌对反腐有过于乐观的估计，18大以来的反腐成果有目共睹，也确实有利地震慑了腐败行为，政风为之一新，但也出现了一些奇怪的论调，譬如反腐打击面过大了，让官员不敢罢手做事了，还有反腐影响了经济发展了，甚至一度有官不聊生的说法。总之归根结底就是反腐力度差不多了，大家都不敢贪了，可以适当松一松了。可是从包括赖小民在内的一系列腐败案观察，仍有相当一部分官员包括高级干部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甚至毫无顾忌变本加厉。赖小民之外，近期被查处的财政部原党组副书记、副部长张少春、贵州省委原常委、省政府原副省长王晓光、国家能源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王晓林等，都是这方面的典型。这说明当前反腐败的斗争依然严峻，还远远不到鸣金收兵的时候，从不敢腐到不能腐再到不想腐，这条反腐的制度化之路还长的呢。第三，惩治腐败固然重要，预防腐败才是根本。说白了，反腐败只是一种手段，建立一个不会使人腐败的清廉政府才是目标。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一整套预防腐败的制度来实现。实践中，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现象：一个官员正声极善，但却步步高升，有的甚至一边腐败一边升官，也就是所谓带病提拔。为何会有这样的现象？根本在于我们监督机制的失灵。反腐绝不仅仅是反腐机构一家的事，需要发动各方面力量进行监督，才能从根本上预防腐败。当下的中国正处于反腐的宝贵的政策窗口期，一方面党中央有坚定的政治决心铲除腐败分子，另一方面
人民对反腐败有着强烈诉求，只要上下一心，逐力制度化、法治化的反腐建设，根治腐败就大有希望。作者：原野。